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昨天挑战首相呢多斯里安华，在24小时内出示以财政部长身份签署注销肯殖民83亿令吉债务的文件。不过安华直言不需要24小时，他会在12小时内拿出证据，证明是他本人签署了注销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肯殖民债务。安华昨晚在丹戎加弄出席伊利新年活动时表明，自己会在今早飞往越南之前指示财政部秘书长发布有关信函，证明是他本人亲自在6月27号签署注销债务。安华也嘲讽穆尤丁因为没做事才不知道自己没有签署过协议，批评对方随心所欲的指控和撒谎，随后才来要求别人出示证据。安华说，如果证据真的摆在眼前了，那么应该道歉的人就是穆尤丁。穆尤丁昨天针对注销肯殖民债务向安华发出律师信，除了挑战他出示注销文件，也要安华道歉，撤回指控他在任相期间没有注销债务的言论。